进来这边。哦，我进来了。对，贝贝，欢迎。小心，小心。哇，你手怎么了？这个是那个沁园啊，叶北北那个沁园，他都会去，就是在拆的时候赶快去抢。这个就是快木的，快木的，快木是不怕虫。对啊，还有那个门板也是去隔壁。你这样一弄的话，人家看不出来。对啊，他就是那个酸门的，然后赶快拿，就把它赶快弄回来。这个你看。这个方式只要保养的话还是很好的。我上次用那个油漆就太厚了。你还把它油漆一下？对，我全部都油漆，全部。你自己啊？这个也不简单，这个鬼子啊。啊，对，我有去学木工。学的？没有啊，然后我请老师来教，那个来帮我做啦。啊，这个就是我做的。哎呦。喂，有人有脚，哎呦！有，我用榫接的。哎呀，不接的，不接的，不接的。对，现在那个树叶子长到那个窗户上来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可以不用关窗户上厕所。看不到。这是叫什么？仙人掌。对，仙人掌。哦，开了。玫瑰花开了，玫瑰开了，我就多种了这一颗。这颗叫什么？那个啊，鸡蛋花。哦，鸡蛋花。这个怎么？我来的时候就有的。而且我们弄不掉哎，我们也弄不掉，它很深哎。它听说是日本人用，它应该是有要，好像是做什么啦？对，有作用的。它做的很坚固。能不能借我一本书啊？有关于圣地人讲经的。嗯。刚才我看的哪一本书？是这个。哦，别害了。也有他的照片呢，很多哎，这本写的还蛮详细的，很多那个。好，哎，我可以看好久。对啊，可以慢慢看。慢慢看哈。对。那好，对，需要看。所以现在他在这里比我在这里还搞得好。你看他四周就种这个花草，啊，这里现在你看都是韩国草，那真是。所以我也说，他一讲，好，我说我再来看看，又进步了好多了。你还不喜欢？我都在顾这里。这里是我的小孩。好，谢谢了。拜拜，小心请呢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好。